小组的时间可是让我们彼此分享、鼓励、造就以及一起经历神的奇妙作为。小组以年龄层分配，设有儿童、中学、大专、职青、家庭小组、甚至商人以及媒体艺术小组等着你参与，赶快加入适合你的小组吧！也鼓励 CYC 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上载影片或照片到社交媒体，并 hashtag MyCrazyCGLife 与大家分享小组的乐趣时光。2018年在根基建造上，我们要火热爱神，不停止聚会，委身在神里领受神的话。CYC 现在每周聚会的时间如下，也让我们积极爱人，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，携带他们一起来到崇拜聚会认识神。 Crazy Young Christian， 我们要带着更加疯狂和渴慕的心参与聚会。 See you。 各位小大卫们请注意，小大卫学步班正式开始了。学步班时间为每逢周六的晚上7:30至8:45。小大卫学步班设计的对象是18个月至3岁的小孩们，鼓励家长们可到柜台询问更多详情，以及为您的孩子报名。MSJ3 的课程鼓励已经完成 MSJ2 营会的您，要继续装备自己，成为神的属灵精兵哦。最后，千呼万唤的 MSJ5 课程也将在同一时期开课，若已经完成 MSJ4 的您，更绝对不能放弃神的呼召，继续往前迈进，成为神的将领，羊群的好牧人。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，今年的 FGA 拆船周将在3月16日至18日举行，荣幸邀请到王义平牧师担任主要讲员，分享和释放神的话语，期待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凡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。 FGA 将于4月8日一起在 Stadium Malawati 庆祝复活节之复活奇迹，当天也将一起庆祝 FGA 39周年，让我们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出席，见证这特别的日子，这个复活节让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转变。我们是一个让更多人看见你、听见你、知道你的新媒体平台，我们正在营造一个自媒体平台，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，传达积极正面的讯息，引导潮流，影响世界。如果你爱唱、爱讲、爱演、爱写、爱人类，欢迎你成为自媒体。如果你有意加入自媒体的行列，或是你曾就读大众传播系，又或是你正在从事媒体工作，那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欢迎你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.nowornever.com.my， 点击加入我们，并填上您的个人资料，我们的负责人将联系你参与接下来的新媒体交流活动，让我们一起透过新媒体来完成组的大使命。想知道更多 FGA CYC 最新动向吗？现在 FGA CYC 已经设立不同年龄层的社交平台，分别有 Young Daddy、 Young Warrior 以及 Young Professional。 此外，若你想要了解罗伯颂牧师的生活点滴，欢迎你浏览以及 follow